你拿刀逼着我。我不就开场白没说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不拍了。拍。你等一会儿，我要说开场白，你先接一下。哎呀，这么费劲吗？你这。我是小心眼儿。我不录了。你修你马桶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仙，这是刚到的新货啊，刚卸下来车。今天中午呢，我们要吃点好的，有鸡，有牛肉，然后这里面是杂交面。这不我李哥过来帮忙了吗？然后呢，我姐干件大事儿，把马桶总堵了。马桶马桶给整堵了，我爸在那修呢，新到的。李哥犒劳犒劳你啊！昨天晚上我跟你说，有三袋，一个当样品的，剩下两袋全让我姐造了。那袋死活都没让吃。昨天晚上造16分饱吗？干活先干活。今天啥那个牛肉？这个牛肉很好吃，我吃过。嗯，犒劳你嘛，你看你都辛苦，继续干活吧。开场白结束了，可以干。我现在已经没有。快干活。没心思干活了。我爸这边又蒸上甜疙瘩了。做饭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李哥了。打完包继续做饭。昨天我想吃，昨天晚上你们吃馋到我了，满屋烧香。昨晚就在煮，不那么回事儿了。只要没开直播，肯定在煮了。爸，吃杂酱面吗？是。那你蒸那玩意啥呀？我蒸的甜搭的。那玩意咋吃啊？那玩意就那么糊稠吃啊，可甜了。那你还吃面干啥？你吃那玩意吧。那也不能光吃它呀。这个面条开锅煮6分钟就行了。搁那里边拌，就放里边热一热吧，那酱。这啥呀？炸酱面。好了。好了。好了，不招呼我那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，没太熟。再蒸一会儿吧。再蒸一会儿。姐，干饭了。你这玩意是平均分的吗？这个咋那么多呢？给你。那你这个萝卜呢？那不是萝卜，甜疙瘩还得糊一会儿。让他自己吃，一会儿让他打包拿家去。嗯，哎，这太多了。哎呀，你吃吧，一会儿你就是不用太多。吃点甜疙瘩。别装假吧，吃吧。嗯。昨晚就想吃这个，我不行，我买一点。妈呀，多大嘴呀！快吃点肉。嗯。再给你们加个菜。我这个碗刚喷了，没有碗了。今天的伙食真好。吃面条得猪了，对。我爸第一个浇碗的，吃完了就跑那看着他那个甜疙瘩了。